開心啊！好多謝好多嘉賓上嚟咧，同我哋傾偈，包括就大家熟悉嘅欣妮啦，咁啊仲有咧就喺電影方面咧，位阿波仔啊，小演員就係黃君元啦，咁啊仲有啊金翅歌王係張帝啦，咁啊仲有咧就係電影嘅出版人咧係周大中先生嘅，好歡迎咁多位嚇，咁多位咧就今晚黑咧好開心。咁我哋咧就要同阿欣妮咧呢個時候咧就要談一談情啦，好嘛？好啊！其實咧，你哋你咧同佢哋三位咧，其實咧就大家感情都好好，但係咧大家都喺一個唔同層次裏邊嘅好啦。嘅情咁啊，好似阿張帝哥哥咁樣樣咧，同你係多年嘅老友記喎，我知道。係啊。呢個波仔咧，同你嚟講咧就是、一個新相識。係。咁啊，但係主要同阿周生嚟講咧，就個關係方面咧，大家都知道係相當之密切嘅。係。咁啊，就聽講。就真係唔知話工作上個密切咁簡單嘅喎，可唔可以藉住呢個機會大家講談談呢啲方面嘅情緒？佢係咪頭先收買你哋兩個，今日同我講呢啲嘢？唔係，大家都好想知道，好多觀眾都知道㗎啦。唔係，佢哋都好關心。我哋工作上面合作得好愉快啦，而且佢教我好多嘢啦，係咪？因為可能老經驗啦，所以咧就好多嘢可以指導我啦。咁啊，私底下又幾照顧我咧，最多就係咁多嘅啫，就係、是、咁多咯。私底下好照顧你啊！你知唔知一個照顧好似而家有個新嘅典型嘅喎，新嘅傳譯啊！你唔係呢個意思啊？我問嘢好，好俾阿 Jenny 答啦。問阿周先生佢自己講仲好，你同阿 Jenny 嘅感情係點樣啊？我可以講廣東話。OK， 你可以講國語。中國語，可以講國語。感情出嚟得啦。一嚟幫我哋翻譯。我講得差不多，就是我們是工作上的夥伴啊，私底下是很好的朋友。其实现在这个时代的男女的关系不需要去把它划分得很清楚，主要就是说工作上合作得很愉快，默契很好，啊，私底下呢友谊呢也非常有默契，啊，大家有话谈，啊，最重要就是说我们一直工作在一起嘛，自然也会成为好朋友啊。哦，我就听到一个好重要的说话，就话私底下咧有默契同埋好倾得嚟咧，即系呢样嘢咧就好紧要嘅，即系对于即系。究竟能唔能夠再進一步發展咧，就已經有一個好好嘅條件喺度。男女最緊要就係合得嚟，嚇有默契嚇，同埋談得來喎呢樣嘢。有友情又唔同喎，友情又唔同計數喎。咁啊，張帝同阿 Jenny 嗰段情啊，咁啊 ，Jenny 又講講咧，你哋兩個係點樣認識？我咁快就放過佢哋啦！我哋多謝多謝，哎呀，我哋幾廿年老友記啦，係我幫阿 Jenny 啊嘛。啊，幾廿年老友記啦。幾廿年你冇咁耐係咪？有啊，真係至少二十年。我今天坐這邊，我很尷尬。为什么呢？好尴尬，尴尬，怎么尴尬呢？因为从小我就看珍妮长大，对我还那时候更小，我还得打一个。从小我就很喜欢她。哦，那你就系有情啦，不过呢，我中意佢，不过我唔敢出声，唔敢出声，咁乱咯，即时得唔得？啊，唔系，点解呢？你知啦。佢咁靚，係，我睇先，大家同意，好年輕，好漂亮。我你知啦，我二十年前都同而家差唔多嘅，好奇怪。即係話自己未老過。真係，嗰陣時我好中意佢，不過呢，我睇到佢呢，中意嗰個，中意嗰個，所以張帝先生，我要暫亂歌病，因為呢，我講廣東話呢，就爭啲。係廣東話喎，係爭啲啊，因為你頭先咁樣講過係爭啲啲，應該用唱出嚟唱啊。欣妮嘅感情用歌唱嘅形式，咁就係十全十美啦。係個金翅歌王，我哋一定要聽下金翅歌王唱出嚟嘅。我唱唔係幾好嘅，點解咧？人哋彈情，我唱歌，咁咪對牛彈下情咯。好啦，好欣賞你嘅金翅歌，好啦，好啦，你中意我用歌唱佢嘅感情，係係，好啦，我唱俾你聽啦。唔該唔該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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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时候我就喜欢珍妮，小的时候她长得是多么美丽，平常的小女孩她们身材都是直直的，可是那珍妮她是蓬来蓬去，那时候我看到他，我心里就暗暗欢喜，可是他对我从来
都不注意，但是有一天他说张弟我好爱你，他说你像我的爸爸一样的，到了最后我发觉他很有趣，他叫每个男朋友都告诉我张弟，最后有一天他说张哥哥我告诉你，现在我又爱上他去。